然后呢，这个品种它最大的优势是什么？是在就是除了产量高，米质好。我们主要是根据圆圆式的技术路线，种稻致富，除了保证产量的同时，我们要把它用在这个稻鱼综合种养。稻鱼综合种养，这也是我们下一步准备在稻鱼综合种养大面积推广的一个水稻品种。这个田的产值大概是1000多块钱，但是通过我们这种模式呢，水稻加我们的水产养殖的这个经济价值产值也可以达到10000多。